Hello everyone! Hello! Hi! 又到了 Every Thursday! Vic 老师的 Live Stream! 안녕하세요! こんにちは皆さん! 大家好啊!大家好! Somebody crop! 好啦我今天 Hello Hello Hello! 我今天呢用特别不一样的方式今天是用站着直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嗨嗨嗨，婷婷，嗨！今天呢，你们一定要敬请期待哦，因为呢，除了我 Vic 老师之外呢，你们最喜欢的老师会出现哦，而且听说他有神秘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听得到吗 ？Hello Hello， 嗨嗨嗨。可以听得到吗？耳环没事了，呜呼，谢谢。有重点是装哎、欸，然后今天有画特别为了圣诞节的气氛，我有画了一个妆。嗨，阿米，哦 ，Sammy，Hello，Hello，Hello。今天呢，我特地在镜头前面呢，我等一下会换一个位置，因为我等一下坐下来要跟这位老师来好好的聊一下妆。但是我呢，我今天就是为了圣诞节，我特地打扮了一下，然后换。另外一个方式开场，还可以吧？哈，造型如何 ？OK 吗？那我要来展现一下，在那个老师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先拍照。哦，你有看到？怎么那么厉害？看到我的丘比特弓箭，这个就是 Cupid's bow， 没错，它就是一个丘比特的弓箭，也就是我们的卡莫梅。我上个礼拜讲的卡莫梅，所以如果日本の皆さん、この辺はカモメの辺，就是一个你看，我还今天特地把它这样画起来，很像是一个叫什么？欸，卡莫梅的中文是什么？海鸥，海鸥。好了，话不多说，我那个老师已经等太久了，我直接邀请他来进来，让我们用热声欢迎这位最漂亮的人妻人母，然后在我们的 Saucy Say 下去，我们 Saucy Say 下去的扛把子，我们的。Adeline 老师，那我要移动我的位置。进到哪我都听不见。等等，今天很开心可以跟 Adeline 老师一起来直播，听得到吗？我听到你很清楚，听到我吗？你的声音就是 OK， 但是就是你的那个画面有一点宕机在哦，慢慢。可能要再让他跑一下吧，你的那个网路速度的关系。可能啊。对，因为你的画面就是呈现在那个圈圈的旋转里，但还蛮美的。很美吗？很美呢。My first time, and because of 你和我，真的根本什么都没还没查啊，就是一个 naked face on my first live. Oh my gosh.Thank you so much， 谢谢你的特地情商演出。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Adeline 老师呢，他呢现在还是在放假当中，他今天放假哦，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够意思，然后来接受我的邀请要来做直播，真的是太感谢 Adeline 老师。你现在是用 WiFi 还是用手机的SIM卡？4G 呀。4G， 因为你的那个，我现在都看不到你的画面。哦，是吗？就是，我看到你很清楚哦。那当然，因为我网路好。He's a Rudolph the reindeer。但现在你的那个，我看到你的画面是一直在旋转，然后你是定格的。是吗？我要 disconnect 吗？那你问大家，我想问大家，大家看到 Adeline 老师是怎样的画面？是定格的吗？你可以看到 Adeline 老师吗 ？Sammy， 你看得到吗？看得到嘞。因为我这边看到是，你们都看得到，好，那没关系，那我就自己教我自己了，反正我看不到也无所谓啦。因为 Adeline 老师，你今天赶快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Hello everyone，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first time 。Yes, it's my time on doing live，所以这个是我本人第一次 OK 做 live，而且没有妆，没有什么都没有妆，我只是洗个脸而已，我只是擦那个 eyebrow，一点 eyeliner，但是 so what 但 you 很 see？漂亮，你就天生丽质啊！你是天生丽质型的，不用太多的妆。像你看我，我刚刚就是跟你就是传完简讯之后，就疯狂的开始在那画 eyebrow 啊，然后画打底啊，然后还画了一个小小的麋鹿的鼻子，为了要搭配今天的那个特别的 Christmas 的气氛。你应该跟着我讲啊，你跟我早讲啊，我配合你啊。我先画好，等一下我会教你怎么画啊，好，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画。等一下我老公疯了，他说：“老婆，你做么哭了？怎么鼻子这么红？这 不是直播，为什么要哭嘞是咯，所以让你被弄你哭啊。那所以今天我特地情商 Adeline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平常在家里，你看她现在 Adeline 老师是没有化妆的状态哦，看那个皮肤，你看那个苹果肌嘭弹成这样哦，那么漂亮，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技巧，或者是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这边我好喜欢你这一块哦，这你这一块块好嘭哦，真就的是吗？一般就是女生到过了25岁之后啊，这边开始就会有一点往下坠，但是你这边还是一样是嘭的，为什么啊？你自己讲的好像我真的很开心。But actually，我当 Vic 老师问我的时候，有什么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想到，哎，那我就走去我的那个cabinet 那边，我就打开，所以一看。我才自己发觉到，原来我很喜欢用 serum 的。你要知道我有多几个 serum 吗？我根本就没有算过，所以愿意为了你啊，好比我去算我有几个 serum 哈，我自己都吓到。真 OK，的哦，所以对，你总共算了几个？不敢跟你大家讲，那 好十多个，我跟你讲，但是十通多常个。很喜欢 serum 的人来的。OK，还没加入那个兰蔻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就是很淡的妆容。OK，我最重的就是皮肤的那个 texture。OK，还有那个is this that 我是可以出门什么都不擦。OK，都可以很有光泽。所以我特地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 double serum。我不知道你呢，但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serum，所以我喜欢搭配 serum。今天的白天，当然我不能少这两个啦，OK？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极光水，因为来过那个，哎，它可以帮。而且呢，我的 serum 呢，我看到有很多，有好多，但是来来去都是同一个成分来的，就是维生素 C，OK？维他命 C。对，vitamin C。So,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我最喜欢的一款维生素 C 呢，就是，SkinCeuticals 哦，这一哎，个我只能说，它是在没有太多的广告，就是 CFM，就是没有任何的 commercial 的投资，但是它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跟产品。对，也跟我个人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同事，OK，超过10年的同事，那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推出了 SkinCeuticals 在新加坡，然后他就会把这些产品呢推广的那个Skin Doctor，OK，Skin Clinic，OK，and then 他而且他告诉我，Ferulic Acid 是不能没有的。我是问他，这能帮吗？那我就开始用了 SkinCeuticals，OK，then 那是多久前到现在？我用了好差不多10年。你用了10年，所以我很少跟人分享，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没有听过这个品牌，我也不好像 Vic 说的，OK，没有什么打广告的，That's 对。not my coverage，OK，because it's to spa and like medical spa，so 所以呢，这款呢真的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它很浓，我很喜欢很浓的东西，OK，对，
Blake 这个 S， 就不好说，你知道。给你听呢，它的那个维生素 C 的成分有高达多少呢？就是15%，15%的维他命 C 在里面。对， and then 太高浓度了吧？在市场里面呢 ，OK， 在 counter 能买到的哈 ，OK， 最多都是大概2-3%就已经是可以有号称说它是有那个 skin even， 然后有 whitening 的那种效果，它可以这样讲。但是这边已经到达15%的维他命 C 哦。And then 在 market 呢，今天如果我没有猜错呢，之前就是客人吃会有10%，但是今天他们有12.5%，但是这15%呢，所以很多人也是很好奇，维生素 C， like you know vitamin C， 那么普遍的 ，you know it's so simple， it's so common， what's so special？ Well， 对，所以 I mean like 最 special 的 point is how you keep the percentage at 15%。OK， 因为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嘛，所以它很快就失去它的功效了。所以它那个配方很好的配方呢，肯定要怎样保留那个15%。OK， 而且加上我觉得它那个包装也特别不一样，它做的真的很医学，就你去做医美会看到的东西，对不对？对。还有，然后而且它的那个滴管，再加上。它的瓶子的包装，我觉得应该是，如果因为我没有研究，我有研究这个品牌，但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它的瓶子，是不是因为维他命 C 很怕光，所以它的这一瓶的瓶子，它做的是不透光的，见光死，维生素 C 就是见光、就是，见光死，它又加上是水溶性，所以呢，如果你看哦，一个纯的维生素 C 哦，必须要在玻璃。It must be in a glass， 不可能在plastic 的，因为它会融化。对，所以我多喜欢维生素 C 呢。我有时候呢，我也是有10%的维生素 C。10%啊！我也是有 HR 的10%的维生素 C。你看我有多少维生素 C， 我自己都算不出来了。应该是说你到底有多么怕、okay. 多么怕黑呀、啊？你已经很白了耶，因为很多人会以为 OK 维生素 C 就是要帮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有光泽 OK 有光泽度、哦、我们可以淡斑 OK 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个它有更好的效果 OK 我不懂大家还有听过吗？还有额外的什么效果？那你自己使用的心得之后，对它可以帮我达到两个最很重要的功效。第一，促进胶原蛋白，促进胶原蛋白。第二呢，它也可以帮助我的皮肤 ，OK，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healthy level，OK、okay?。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啦，我一个秘诀就是秘密就是，当然大家出来就是要分享啊。大家认识我，大家也是知道我出演的，所以呢 ，OK， 要保留我的那个 muscle tone 好呢，维生素 C 真的一个我最真的一个秘诀了。OK， 所以今天呢，为了你看到刚才我一直在赶你，哎，几点开始？因为我洗完脸很久了嘞，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擦，我觉得很紧绷啊，你明白吗？所以你都没有擦任何东西吗？对啊，为了你，真的什么都没擦啊。辛苦了，赶快，现在马上擦，马上擦。所以呢，都要把白天我是用，白天晚上我都是用极光水的，但是我的水。OK， 我就没有用什么功能了了，为了你们用、但极光水最近真的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单品，因为它本身除了就是像我有健身的人的话，它可以这样摇一摇，然后顺便练手臂之外呢，极光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女生，她原本痘疤很明显，甚至皮肤有那种卸完妆之后肤色不均匀，然后有暗沉的女生。插上去之后大概1-2个礼拜左右，你真的天天持续早晚都要这样使用，而且是用化妆棉这样轻轻的去旋转，像Adeline现在这样轻轻这样插过去，然后这样带过去，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皮肤的光泽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透亮。对，而且就是不需要打光，你的皮肤就有光了，因为很舒服。所以今天你看啊，
这好里，美哦！那就是 natural 来给大家看。你没有用补光灯啊？没有，我就用 natural 来呀，看到吗？天哪！你现在整个就是可以把窗帘拉下来，你字体会发光哎，你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对，闪这个灯泡了，有没有？而且它一点油腻，OK。没通常错，它吸收完了，我才下我的那个 serum，OK 啊。嗯，所以呢，两个方式，如果你要光泽呢，第一，记得去死皮；第二，就是可以用维生素 C 来帮助大家的皮肤达到一个很光的一个效果。没 OK，So、错，有这个吗？你还记得这个 rose 这 drop？OK，、个是那个 double serum，absolute 这个 rose 的 double serum。帮的，因为它帮我去死皮。OK，But、then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那个维生素 C。所以，如果你打开的时候，不要让别人骗你哦，纯维生素 C 永远不是白的。当然，OK，then 这里看到吗？是带黄。哦，OK，通常我会查多少呢？我通常就会查这个分量。OK，我不要查太多。Then 有啊，些朋友呢，就是好像来 Lawrence 啊，你知道 Lawrence 皮肤很哈哈哈。差。但我跟他 OK，一定要吃维生素 C，维生素 C 一定要有的。那他去世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在做 HR 嘛，说他吃的时候呢，他觉得好热啊 ，It's so warm，OK，对，因为纯的维生素 C 永远都会给你一个温的感觉的，OK，如果感觉不到的话，这是不是一个纯的维生素 C 了？OK，哦，如果那你所好以像。如果我皮肤稍微比，因为现在一定会有人发问，下面应该有人在说，如果皮肤稍微有一些些敏感肌肤的话，它擦上去也 OK 吗？是 OK 的，但是有两个方式。OK，好像嗯，我不呢，因为我有那种pigmentation right，因为我生嗯。了后 OK 导致有一个斑 OK 一个产后斑，所以通常拿那个精华把它揉在这里 OK 直接揉。所以当我推开的时候，我会发觉到哇，越来越有那个 warming 的 sensation OK，我没有，我很爽，超级爽。然后呢？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呢，上面很容易做出反应的那种，very reactive 的皮肤，right？Then 你可以这样把它搓洗，OK？你搓了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发热的那个 level，OK？Let 在 the 手 heat，OK？Let 上是不是？the heat up，然后你把它，OK？然不后要再太，拍上去。不要太多个动作，不要一直推。因为你退的时候有是一个没有 warming 的一个stimulation 来的，所以我不会哦，慢慢压哎，这是一个 very good tips 哎，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观看的这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敏感性的肌肤，就是 sensitive skin tone 的话，你在擦保养品的时候，哎，德定老师教了一个我，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哇，有学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不要去推它，因为在推的话，如果你没有添加，尤其你又想要美白的效果的话。在推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暖化的一个效应，所以会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就是敏感，甚至让你的皮肤会有拉扯到。所以今天如果想要用美白，但是你又是敏感性肌肤的话，先在手上先搓搓一搓之后，然后直接用拍压的方式，这样的擦保养品的方式也是 OK 的。哇，这是 good tips。有人问过我，OK，如果我这样子画的话，哇，不是全部都让我的手掌吸收完了吗？哈那我哈哈！要分享，因为我们的手掌没有那个毛孔，OK，我们的手掌没有那个我们的 oil gland，OK，不会，没有滤那水个线、，OK，there's no sorry，没有那个 oil gland 叫什么皮脂腺，因为我们没有皮脂腺，所以它不会那么对，容易走的。所以你可以没搓的，错。你才慢慢按，等你可以享受那个维生素 C 的效果，同时后，OK，你不会有那个产生那个发红，OK，会不会发红吗？会的，但是是很普遍的，因为是那个热度、那个热哦，气造成的那个发红，所以不是敏感那，OK，敏。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发红呢，然后你说那个热度嘛，对不对？所以擦上去之后，微微的发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
发热到那种刺痛不舒服的话，那就表示你是真的对这个产品不适合嘛，对不对？对，所以茶维生素 C right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胶原蛋白，这个功效就是可以帮我们来那些皱纹啊，那不会那么容易沉啊。但是本你要小心，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开始用维他命 C 的产品，因为我不喜欢维他命 C 的产品的原因是因为它擦上去，因为我皮肤吸收维他命 C 很快，所以马上会变很白。我喜欢美黑。哎，不，已经不流行了呢。我就觉得太白，就觉得看起来有点 pale， 就是看起来很病恹恹的感觉。嗯，所以我喜欢是比较有 bronzer 的那种，然后看起来是比较男孩子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也喜欢了，现在已经不喜欢了。OK， 反正说现在我就查我第二个serum 啦。OK， 我今天帮大家分享的就是 hydration B5。OK。B5，OK，维生素 C B 的呢？哇，这个我告诉你哈，第一次我认识这个产品，就是当我去那个ACD 的那个 boutique 在新加坡 ，OK，说他La Roche Posay 啦，有 Vichy 啦，还有 Skin Seal 这个，然后我就看这个，因为我个人的皮肤很干 ，OK， 我的手我很干的，所以当我试的时候啊，哇，超级棒 ，OK， 你如何知道有这个效果？简单，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tip 好不好？当我几时要做一个 hydrating mask 的时候呢，你的皮肤是活的，所以它可以告诉你，那些你要检查你的皮肤是缺水嘛，你可以做这个测试 ，OK？ 简单的就是用个手指推上去，你看到吗？如果你推上的时候来，你没有看到那些纹，哎，就代表你的皮肤的水分很足够。当你发觉到当你推开的时候，你看见有那种打痕的那种纹啊，但是你放手就没，那些就是 dehydration 的 line 来的。所以通常我会做这个测试 before 我做我的。OK， 第二呢，如果我们的化妆好像 Vic 老师教的很多技巧 ，OK， 打妆打到那个粉底真的很服帖，每偶尔变会发觉吗？或者是我不知道，因为这里很潮湿，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到，哎，打上粉的时候很难。OK， 越打越卡粉。对，那时候呢，那一颗呢，我就喜欢用另外一个cleansing mask， 我们叫成 cleansing，因为那个帮我们去掉那些角质死皮，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白泥面膜。OK， 这个白泥面膜也是很超级棒的，因为它是的，对，它好像一个 vacuum cleaner， 帮你 vacuum 到全部的死皮都去了，等你上妆。真的好 like amazing，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次都赶时间的嘛，所以我一定要有这些产品 stand by 的。所以现在我就产了我的那个B5， OK， 你看到吗？它很浓， OK， 对， okay? 很像那个 jelly 的那种质地，对不对？它滴出来的那种很浓稠的感觉，因为这个我家里有一瓶，对。但是因为我在新加坡，所以很热很潮湿，我就不喜欢直接擦。OK， 我很想示范来，哇，直接擦。But then 我觉得哇，有一点重，有一点浓。所以呢，那你都怎么擦 ？Warm up， OK， 等我慢慢。嗯。上去它会有那个发热的感觉，所以就比较容易。OK， But OK， 喜欢薄薄的一层。OK， 所以呢？但 Adeline， 你有算过你一天早上会擦几瓶 serum， 晚上会擦几瓶 serum 吗？白天我就会擦一个 serum 而已。OK， 擦一个。哦，维生素 C， 如果你白天擦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防晒。没错 ，You got the point。一定要防晒，如果不防晒就是如何呢？哇，我告诉你，超问题了 ，because 你不防晒的时候，你晒到太阳的时候 ，right， 它有 photosensitive means 它可以让你皮肤发痒 ，OK， 所以白天一定要擦防晒 with as a vitamin。所以这一个也是大家要记住的重点，就是
很多人就觉得啊、哦，我就是把每天做好美白啊，我每天在擦美维他命 C，然后做好这些保养就好了。但为什么还是会变黑？为什么还是会长斑？这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做好防晒？因为防晒呢，就是帮你保护你，因为现在的防晒隔离霜都非常好，就是有防晒的效果，也有隔离的效果，所以防晒加隔离，它可以隔绝外界的脏空气、紫外线之外，它做好防晒，你的保养品、你的维他命 C 才会在你的皮肤里面起作用，然后也不会因为接受到太阳的这个照射之后，然后起了一些化学反应，right？So, of course，我的白天呢，我喜欢擦什么？就是极光水跟我们的小黑瓶，OK，就是。这样。OK，Let's say 我看我喜欢的那天，我每天都是 vitamin C 的啦。但是晚上的时候我就做 double serum 了，因为我很假苏，会听吗？喂，你应该会听啊，假苏，假苏？假苏啊，就是怕苏假的。戏假苏？哦，假苏假苏，哦，就不是怕输啦。输的吗？OK，有哎。可以擦少的，OK，就这个概念。我晚上就会擦 double serum，OK，啊，当那然你是 double serum 是天天擦吗？每个晚上都擦。每个晚上都擦哦。把你要听一个秘诀吗？来来来，赶快。每一个月呢，我有2天呢是会一晚什么都不擦。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来，哇，为什么你有那么好的护肤产品，为什么你不擦？OK，但是我每个月已经维持了10多年了，OK，这个习惯，哦，这2天我不会，什么都不擦，水都不擦吗？不擦。真的，2天。Why? Because 这2天呢，我就是要调理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脂腺，我要不哦，喜欢我的皮脂腺，OK，要保维持活跃，因为我们但是越。你有固定的是哪2天吗？对，年纪越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吗？皮肤越来越干燥。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对吗？20岁的时候，一天吸那个油都不知道吸几张了。OK，现在真的哦，有人问 why 哦，有人问 why，为什么？为什么？满的，你明白吗？所以呢，当我什么不擦的时候，我们皮肤就是感觉上很干，缺水缺油。OK，就哦。是皮肤的那个皮脂腺自然的自己调理。OK，就是更会 like stimulate 我的 oil gland to keep producing oil。OK，我年纪也不少啦。其实我 OK，觉得就如同现在下面像就是有观众朋友说，就是是不是像就是我们在减肥的那种感觉，像皮肌就是我们吃东西在断食，就是偶尔我也是有听说这一个小技巧，就是你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每天都在吃饭，但你有一天你只喝水就好了，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吃，你对，会把你整个身体代谢变得非常好，而且是可以让你的身体休息。停止运作一天，然后隔一天可以再吃下去比较营养的产品的话，更好吸收。同样的概念吗？同样的概念，就很哦，believe 这个 idea 的，OK，所以呢，哦，等于说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大胆会来上 live 哈，什么都没有查。OK，我现在擦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舒服，你也可以看到不油腻的。但我有一个私人的问题要问你，来了。你今年几岁啊？哦，我好像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小黑瓶哦，还记得吗？用了1个小时后，OK，它的吸附能力，OK，加速了多快？百分？谁记得？谁记得？你可哇，以这个很难哎、欸。来不要考，来来来考，这个我，哎，我这个问题哇，，Effect 1 hour your skin can repair how many percent faster? Who can type out the answer? 好难哦，谁来，help help help，哦，77%，Yeah, what is that? OK，你们好厉害，那个就是我的 year。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77岁，吓死我了。Thank you, Sammy。你跟全世界夸奖了我的 age 了。没有关系啊，我也是啊，OK，so 77啊，很正常啊。一年的一个 baby，OK，Yes，Love your age, love your age, why not?
但我觉得你这个梗很好，你可以顺便带到小黑瓶，可以让你吸收几 percent， 哇，很厉害！我突然间想到，哎，怎样现在播77啊？哦，对哦，77% ，OK， 说对啦，厉害。那这个年龄也是很普遍，很 normal。OK， 我们1977就现在43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啊。你看还不是一样，啊、很漂亮。来，我们再镜，我们对镜头就是摆一下 pose 好了。OK， 一样啊。你看两个1977的人都很漂亮。1977妹，你不要骗1977啊，不要骗人，骗你干嘛？我那一天在Thailand， 我有跟你讲过啊，我说哎、欸，你我们俩是一样年纪嘞，我不相信你啊，所以那到这个年纪哦，一定要用最好的，所以我的霜，没错，我都是我从20岁开始擦兰蔻到现在哎，哇，哎，你很厉害，所以呢，因为我擦了 Double Serum， 所以呢，当我来到那个霜的时候，我的分量就会稍微一点少。Okay. 哦，因为你的 serum 已经擦了很多，所以你后面的面霜就可以稍微少一点，然后也是一样要 warm up， 然后再擦上去嘛。那也为什么他们每个人说哦要擦多少产品？你是好不好？你擦多少产品，你也是要想一想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多少啊？这倒是真的。安，对吗？你有八个套餐 ，OK， 不肯定你可以吃全部啊。Same thing， your skin will have like get。太薄了 ，OK？ 对，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太薄了，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表，它吸收不进去之后呢，它会跑到你的就是表层，所以你有时候你会发现晚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哦，你想说啊，今天晚上夜间修护很好，所以我要多擦一点，然后擦完之后早上起来，你的脸就这边有一些屑屑，就掉很多屑屑，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结块，有这种经验吗？所以呢，有的人帮我扣个一，扣个一。有的人帮我扣个一。哦，我不知道谁是 Pat Denise， OK， Love Your Age， Yes， I Love My Age。Yeah， 他是我的韩国的彩妆师。It's all about age gracefully， OK， 我是很谢也很 logical 的一个人来的 ，OK， 我一定年纪会增加 ，OK， It's just that I just want to look good at my 50。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喜欢你的年纪，然后你接受你的年纪，但是你的年纪不代表你展现出来就是要像你的年纪。我现在这样看起来也不像是这个我年纪会出现的皮肤嘛，对不对？所以其实 OK 的，化点妆或者是擦很好的保养品其实是 OK 的。有人都打一哦，对，没错。为什么你们会发现你早上睡起来之后这边会就是一块一块这样结块？不是你的皮脂，不是你的就是。皮肤被代谢了，都不是，是你没有吸收完全的保养品。对 ，That is the sign that 可能那些 customer 讲的时候啊，哦，我擦了我不喜欢，很油腻，好像有一层wax 的感觉 ，right？ Then 你一定要 check 它的分量啊，它擦多少？可能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擦太多，你擦太多的情况，你皮肤吸收不了，那你擦这么多干嘛嘞？对不对？又浪费钱，又浪费产品，对不对？钱很难赚呢，最近哦，大家都要省点钱哦。对啦，那现在我的脸很有光泽啦，已经很准备好了，舒服了，可以化妆了是吗？那你的防晒擦了吗？哦，今天就不擦什么防晒了，因为要不擦防晒，好。我也没有打算交出去。那我想就是在就是跟你合作化妆之前，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的需求。平常你现在想要化的妆是要很精致的那种彩妆，还是就是很简单，等一下可以出门然后吃个饭的那种外出妆？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化妆，现在还很年轻啊。对啦，这个泽伯和你好。整个世界知道我的年纪啊 ，but 啊、I think 我发觉了，又是我加入了那个兰蔻的时候 ，I find that elegance 优雅 is 简单就是优雅，没错。Makeup 就是 like 很简单 ，but 要很好的一个foundation， 皮肤看起来要很健康，然后一个口红带出那个color on my face， OK， 或者 mascara， OK， 给我有一点点那种精神的那种感觉。So I like something simple，
something elegant, like something like a pearl, 这种的。那你真的就问对人了。兰蔻的彩妆就是 effortless chic, less is more, 就是越简单越少的产品创造最大的美丽。对，所以我想要来了解一下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产品。我有我最喜欢的气垫啦。OK, 我在用的是110。我用的是150。啊，对啊，你喜欢 tan 的嘛。对，我喜欢 tan, 但是150在我脸上也不会到太 tan, 所以我通常气垫我是拿来做那个 touch up, 然后甚至做一点 highlight。尤其这个 Absolute 的 Cushion 我都是做 Highlight 比较多，打在 T 区、眼下跟下巴。那你手边有粉底液吗？粉底液没有，没有也不打紧。但是我有Tornado Stick。 你是几号的颜色？最深的是3号，因为我要来是修容的。13号的修容色。哎呦上班。好，那我现在就是你的底妆，我就用你这三个产品很快速的让你画一个很快速的底妆好吗？好，来。好，那因为我现在脸上也有妆，但我不介意我可以再上一次。那今天呢拿出13号。好，气垫还不要拿哦，气垫都还不要拿，我们先拿出13号。那13号呢，你就是看着镜子或者是看着镜头，你觉得哪边是你不喜欢的部分。打比方说，像我就觉得我的脸这一块好像有点大，所以我就会把它画在这边。我也是啊，来。对，我会画在这边。然后呢，还有我觉得我这个太阳穴这一块也需要稍微修一下，所以我就会拉条线这边。我这边。因为我通常都会，因为你有头发戴遮住嘛，对不对？我没有，所以我这边我都会修。然后呢，我的下巴是不正的，我下巴有点歪，所以呢，我就会把歪掉的这个地方这边要打黑，然后还有这一块也要打黑。这里可以吗？可以。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在家里不晓得要怎么修容的人的话，你就是镜子拿到你的正前方，然后你就可以看着镜子。哪边觉得像，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平衡的，从中间这样切一半是两边是不平衡的，所以你两边的修容的高低要不一样，哪里需要多一点哪里需要少一点，请你们一定要照着镜子去把它做修容。好，就暂时先这样画，画好了吗？然后呢，我通常我会加一点在这一块啊，我也喜欢。对，好。但是你家里有刷子吗？有啊有啊。好，我们呢现在拿，我现在拿出我的美人鱼，有没有？好，你都没有给我你的美人鱼啊，阿姨啊。哎呀，真的吗？我没有给你吗？我下次给你。这美人鱼超漂亮的。好，你们请你用一个扁的刷子。 OK, 就这样松散的扁的刷子，是扁的哦。好，然后在修容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就是先这样子把这个界限先晕开之后，然后往下带，把它这样晕开，然后往下拉，这样子才不会，你这边会放一些 highlight 才不会弄脏，所以你这边的线条，所以你在下线条的时候一定要很精准的下线条哦。好，然后这样往下带，然后把它这样晕开来就好了，然后就会很自然的一个修容。好，这边也是哦，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你把它这样子轻轻的晕开，晕开来，然后往下带。好，这是两颊的部分，这一个两边的这样修容的部分。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这边你就是通通都往下，你看这个耳环有点麻烦，往下带，然后带到你的脖子上。这边很重要哦，因为有些人在做修容，如果修的不好的话，就会变络腮胡哦，你就会变从女生变男生。所以你这边很重要，你一定要这样子往下带，带到你的脖子上，你这样子就不会有色差。嗯，好，这边也是。好，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提到的就是我的下巴是不是正的下巴，所以我这边有多加了一个深色，所以我就会把这边
把它这样子用拍压的方式，这样子拍。哎，我把它拍上去。啊？我要盖，因为有一点敏感，戴口罩啊，哎。哦，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就用 absolute 可以那个气垫之后用上去就会好了。Okay. 好，这边呢，往你的发际线推出去。这边上面的就是往上推，所以你都那个界限都不要把它弄得太夸张，你就把它往里面推。所以大家在修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技巧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是把它有顺那个方向很重要，一定要把它找到你最漂亮的这个拿修容刷的这个位置。好 ，Adeline， 你这样修完了吗？修完了。好，修完了，来。当我们修完之后，不用紧张。你可能会看到，怎么有点黑黑的什么东西？不用紧张，这是正常的。因为你不黑，你就不会瘦啊。哦，好。Hi Francis， 然后我们拿出我们适合的气垫。那这个气垫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的上法很重要。用拍的之外呢，你刚刚是不是这边有做修容的这一块的线条，你就可以用这个去把它模糊这些线条。我示范给大家看，我先拍在我的眼睛下方，拍完之后来了，我这边是不是有一条线条，我就把它压在这个线条上面，然后一路的把这些线条都按过去。因为这个粉扑很好用的原因啊，它就是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有柔焦的感觉，所以你刚刚修容的这个柔焦都会，那个线条就会完全不见，看到吗？你看这边还有一条线，这边的线条已经不见了，然后你的妆就会很自然，然后而且脸是小的。OK， 好，我们再来一次哦。哎，等一下，这个 session 完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那个老公问我：“哎，你做什么来呀？为什么你瘦了哈？”就一个直播之后，然后就变瘦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用气垫这样子拍。所以气垫要拍的地方呢，就是眼睛下方、眼睛下方，还有下巴。像我刚刚说，我这边是比较凸出来的下巴，所以我这边会打黑，所以我这边就会压过来，这边打亮。所以如果你们是那种也是跟我一样下巴不正的女生男生都可以，你就用化妆的方式，这边是做 highlight， 然后凸出来这个地方就打阴影，所以这样看起来我的下巴就直了。来、right. 好，然后 T 区好用啊， T 区我们也啊，你说什么？我说我喜欢那个 absolute 的那个cushion，因为它打出来的时候，那些毛孔全部都会盖得很美。没错 ，Absolute 的这个气垫，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厉害，它就直接就可以让你的整个皮肤啊看起来就是毛孔隐藏。好 ，Adeline， 我们换一支小刷子 ，OK， 换这个小刷子，然后呢，我们把刚刚这个鼻影的地方稍微用旋转的方式。我们把它转过去，然后去把它拉一点鼻影下来。啊，我在看那个刷子 ，OK， 等一下啊。然后你们呢，就可以从这边，你看侧面，就是从这个眉毛下方，然后直接拉到鼻子，这样拉下来。那这个量呢，你们不要取太多，取太多就是会变成。就是很像要去唱戏一样，然后呢，可以用这个颜色稍微，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自己本身我还会刷一点到我的眼皮上面，让它看起来有点微微的那种眼影的感觉，但是又不会是太夸张。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鼻子再漂亮一些些，哎呦 ，Timmy 老师说下巴不正人正就好。好，这样子一个底妆很快就画完了，有没有？对，所以那脸
脸忽然又小起来了。我刚刚已经有先修容过，然后现在看起来脸更小。刚才应该叫你不能做什么，跟我一起我应该卸妆哦，在你在讲保养品的时候，我应该先卸妆。但大家已经看我卸妆卸了很多次，应该没有什么新鲜感的。好，接下来我们呢就是眼睛的部分，你现在有眼线吗，Adeline？有，我画了，因为刚才有。好，那我们就直接 pass，我们就眼睛的部分你们自己去脑补哈。但是我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嘴唇吧。嘴唇呢，我会拿出来一支唇膏。你身上有什么颜色？哎呀，Peekaboo 叫 Hide and Seek 的颜色，就是我们最 Hide 新 and seek, intimate intimate。那我手上的这一支呢，是传说中的196，买不到断货的196。老是不给我用196，你知道吗？我没有要让你的应用196，因为我家里只有196，你只要用其他的颜色。哎，为什么我帮你选这一支颜色是？这一支颜色非常非常适合你平常的妆容之外呢，你现在整个气质擦上去会加分，大加分。我很喜欢这个颜色。它就是一个贵妇唇，然后是一个让你看起来有非常典雅、优雅的气质。我我觉喜得欢，这个很适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这，因为你现在用的是 Intimate，对不对？Intimate 擦它上妆没有任何的妆的方式，就这样，永远都是从嘴巴里面。我要你帮我打出那个好像那个柔雾哑光的那个很丰满的那个 lips 啊。对，我等一下会告诉你。我们就直接就插在中从间嘴就是。巴。直接擦在中间就好了哦，然后不用太认真，你就这样擦上去之后，抿它，你就真的很用力的去把它抿一抿。好，接下来呢，你就拿出你的手指来，从你的嘴唇的正中间这边，这个叫做唇骨，唇骨。唇骨的地方。因为我这个要跟大家讲，我这个是抓马妹，所以它的质地是比较雾面的，所以我需要用。如果你家里也是雾面的唇膏，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再沾一下唇膏就好了。那如果是 Adeline 的，现在用的是 Intimate，它是比较丝滑的质地，你可以不需要沾，就直接拍。然后记得不要全部拍哦，你只要拍唇骨这个部分，因为有些人呢，他不适合拍这个嘴巴的两侧，因为有些人的嘴巴是往下掉的，所以如果你把它雾开来的话，你的唇形就不见了，所以就不好看。所以我建议大家，只要雾在这一块，然后上唇这边，我刚刚有示范了我这个海鸥有没有？丘比特弓箭，这边唇峰，所以 Adeline 你现在也可以做的地方就是把唇峰这边也是。所以你们今天在做的时候，就是上唇晕、下唇晕，把它这样晕开来，OK，嘴唇就嘟了。这里呢，也是在拍。对，就是上面这边跟下面，然后这边都不要拍，啊，只有这边跟这边，然后这两边都不要拍。intimate 的 texture 真的非常好。很好，对不对？而且 Intimate 它真的很舒服。对，又不会干。对，然后而且它的那个擦上去，你会发现你的唇纹也不见了，哎，你在查哪里啊？腮红真的吗？这边我要一开始先这里。就是笑起来这个嘟嘟的这个地方，从这边这样子画个圈圈拍上去就可以了，淡淡的就好，不用太多，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画这个可爱的鼻子，可爱的鼻子，可以吗？好吗？好，接下来呢？你手边有没有任何眼影啊？眼影啊，我可或以是拿。任何有颜色的东西？色的东西，什么颜色都可以。什么颜色都可以。OK，等我一下，好，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就是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
学会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怎么画这个麋鹿鼻，然后还有这个唇峰的位置的话，请你现在准备任何一个颜色的眼影。我现在拿出来就是我们的圣诞节的这个，哦，我的圣诞节在哪里？哎 ，Christmas 的这一个，这是去年的 Christmas 这个眼影盘。好，你们现在给你们时间，就跟Adeline老师一样，赶快去找你们手边的任何一个颜色的眼影。好 ，OK 吗？哦，这一盘也很美。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眼影。我们现在选在里面选出一个最浅的亮色系，有一个。像比如说我这一盘里面最浅的亮色系就是这个颜色，嗯，懂吗？那我的是哪个？你的是这，你的是这，哎呀，我要比哪里？你的是这一个啊，这个吗？对对。好，你用了这一个之后呢，你看我现在就是把，比如说我要沾着，我就把它沾上去，拿出一只小刷子，然后呢沾上去之后，在你的这个唇峰的地方画一个海鸥，嗯，这样你的唇就很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唇峰的女生，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画上去。有有有有有，你出来了，很美，很漂亮。但是你的比较亮，因为我的是这一种 kira kira 的这种 bling bling 的，所以你的如果你的是没有亮片的话，你就可以再沾多一次，然后再画上去。很漂亮，很漂亮，漂亮漂亮漂亮，这样嘴巴有没有嘟起来的感觉了？等一下你老公就会这样，嗯，怎么今天忽然很想亲你的感觉，嗯，啾啾啾，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就你等一下就知道，你等一下就知道，然后赶快去换一个性感睡衣，然后这样，老公，然后生第二胎。好，接下来呢，你把刚刚的那个你用的是278的颜色，对不对？对，把它拿出来，然后拿出一支松散的刷子，把它这样子刷在你的这个唇膏上面。真的吗？然后放在这边试试看啦，很有趣呢。不可以直接点咩？你直接点，你就有些人就是鼻子这样点不好啊，用刷子会比较有那种那 blending 的感觉。你要做一个 blend。对啦，你就试呗。哎呦，应该我们五点啊，我可以等我孩子回来，先给他看。妈妈，对啊，你就说 Merry Christmas。Yeah。对，你这样子刷上去，好。你这是唇膏先打底之后呢，那一定会有人问说，那这些亮亮的是什么？你就拿一个亮色系的眼影，记得先打好底哦。你已经打好底之后，你把你的颜色范围啊什么东西都已经打好底之后，你就可以再沾上任何一个亮色系的眼影。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变成是蓝色 sexy 一点，你想要红色比较热情一点，那如果你想要自然一点，就可以用金色或银色。那我最推荐的就是金色。金色系，这个金色系，金色系，金色系插上去之后，你就直接扫在你的鼻头。我觉得我不像 Rudolph 嘞 ，the reindeer， 我觉得我像那个 clown 啊 ，you know the clown， 小丑是吗？那个小丑，小丑。所以你记得，你现在有不是我？你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小丑的问题，是你这边不够亮，要打亮。好，来，再亮一点，要再亮一点，
因为如果不够亮，真的会像小丑。那你看现在这样，我又把它再次打亮，所以就是我这个是太亮的版本，有没有？太凉了，那这呀！样那子，他说：“阿斌，你鼻子干嘛？” 哦，我的鼻子变撞到能量。哦，变了一个 Rudolph，要给你一个礼物，圣诞的礼物。就是 Merry Christmas，然后如果你可爱一点的话，你就再画画两个胡须。哎，如果我可以让你看我昨天化的妆，因为我昨天本来我们就是 TTT 嘛，然后我会想要那个，就是我已经化了一个妆要给大家看，但昨天没有机会打开来。真的假的？看到吗？哎这呦，是我昨天画的，好可爱！好啦好啦，来啦来啦，坐这里的吗？放金色的还是放粉红的？对，放金色的，你放金色的，看到吗？看不到。我把我的那个昨天画的再放大一点，可以放大吗？哎，放不了，无法放大。然后我还有跟我们家的这个面纸套，看不到哎、欸，看了。那你用黑的，先用黑的画，然后再黑色眼影先画，画完之后再打底，再加上金色就可以了。可以哦，黑色的眼影。哎，就像现在好像给人打了。黑色的眼影，哇塞！越来越像啊，越来越像那个 reindeer 了我。你画的太大块，喂，哎，怎么应该要办？先画给你 follow 的才对。谁的？好，我要 correct 他先。这样子。OK 吗？你的那个线条太粗，你现在线条有点太粗，所以有点像 sunburn 的感觉，就晒伤妆了。对，这个就是等于要用那个维生素 C 100了，怎么办？没关系，你现在那个直就是接用 cushion，用好，cushion 直接压掉。老师把就你是。这一个刚刚画到太粗的地方，然后压掉，然后你再用彩妆比较老师。细的笔，然后画上去就可以哎呀，来来去来去。而且你不觉得我画了这4条线之后，我不用讲话就好像有在笑的感觉？你在笑我吗？没有，我说我的表情，我怎么敢笑你？心里面就是在笑我。儿子也问：“妈咪，what happened？” 妈咪，Who be you？哦，Uncle。家暴哎，我儿子会 take care 我的嘞，但哦，这是当一个妈妈最感到贴心跟感动的时候了。哎，而且你儿子现在不在家，是不是？不在家啦，在家。你觉得我有那么有空在坐在这里吗？大家我进。很想要看你儿子，你儿子，我跟你说，我要跟大家讲，Adeline 的儿子真的是全天下最可爱的男生，单身的女生赶快预约，他长大会变成一个超级小鲜肉，我告诉你。给我的儿子哈，你的如果有女儿的，可以介绍给我儿子哈，他今年4岁。如果他在的话，大家讲 "Hello everyone"，你儿子真的超可爱的，很可。哎，你可不可以就是放儿子的照片在像我这样子，你现在看得到我旁边有放一张照片嘛，对不对？
你这样放的？它你在下面那个 chatting box 上那边有一个照片的这个按钮，你按点上去之后，你就可以把你儿子的照片放上来。OK， 我慢慢研究研究。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不，这个不是按错方向哦。在旁边有一个小框框，有一个小框框是照片。没有啦。哦，你没有吗？那没有。好吧，因为我这边是可以放影片，可以放照片。可能你是主持人呢、啊。哦，好吧。哎，好了。那你现在这样拍一拍，拍完之后呢，你就是拿黑色的眼影，然后用细一点的笔，很细的笔，然后像眼线笔的感觉，眼线液也可以，你就这样直接拉。在对，然后要靠近鼻子一些些。你刚刚画的有点太外面，你要靠近哪一点？你不要动，让我看。你是好像老人的那个皱纹的声音吗？其实你用眼线液应该也好难啊，好难耶！真的吗？哎，真的好难。可以啊，可以啊。然后那个颜色再深一点，像你看我这个是黑色，这个颜色再深一些些。哎呀，我直接用那个 eyebrow pencil 更好啦。也 eyebrow pencil 如果是黑色的也可以，眉笔可以，眉笔啊，眼线笔、眼线液都可以。那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好的话，就是眼线液拉上去会更快速。啊、Liquid liner。嗯，很可爱。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做那个烧的吗？对的。喵喵。我们不是入豆腐吗？怎么喵喵？它是肉不是吗？豆腐嘞，我觉得我像一个喵猫。哦，喵喵吗？喵喵可以。喵喵喵喵。很可爱，所以我们就哎，等你，你确定你会把这个妆留到就是等一下儿子回来吗？我怕等一下他不认得我是他的妈。不会，我觉得他会很开心，因为他小朋友都喜欢这种很可爱的这种妆啊。然后他学到这个技巧了，我等一下我帮他做更好哦。然后你再拍照片，对，拍照片给我们看。对，我拍个照片给你看。好哦好哦好哦哦 ,OK, 所以呢我们时间差不多，因为、还好最近的那个 IG 还不错，他不会直接帮我卡掉，他现在可以四个小时，所以我们要继续聊到四个小时吗？你是 VIP 是吗？有可能是哦，我看我从今年的二月份每一个礼拜都在直播到现在耶。你问 Sammy 哈，每个一个小时其实整整的就卡掉我们了。对，为什么你们都会被卡掉？好奇怪哦。可能我们不是 VIP 咯。但我这个真的是可以四个小时的直播哎！你看，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也都还没有被卡掉啊。哎，算了，算了。好了，谢谢 Adeline 啊！最后赶快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就是互道一下祝福吧，就是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哎呀，我们就是很快就可以说拜拜了，点滴点滴。我们不会想念你，也不想再看到你 ，OK？ 我们就是很期待，就是2021年快来 ，OK？ And then I wish you a very blessed Merry Christmas and a beautiful 2021， 好不好 ？That's true, yeah。哎，对，原来婷婷说，哎，还没有拍照，哎，哎，等你，我们是选一个喜欢的产品，不然，我们拿什么？精纯，我们气垫。哇，这个、我们拿气垫拍照。最喜欢的这个。好，那我们拍照。好，截图了吗？截图了哈，好，OK。谢谢大家，也谢谢 Adeline。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Yes, everyone. Yeah, 谢谢 ，Love you.